我大魏国的三王子曹恒不见了，还有我鬼神派的少宗主念无极。什么？这两个天子能拿到宇诺？谁能杀得了他们呀？你们是在说曹恒和念无极？我见过他俩的尸体。你说什么？你可是设计杀死了曹恒和念无极。保全我大齐英才们的大功臣呢！秦风，你在胡说什么？子勋公主，我差点忘了，你也在场。你也在场？弟子曾在现场见到一只断臂，那上面的衣物纹理和秦风的一模一样。我明白了，那秦风当时肯定藏在现场观战，等秦尘和紫薰公主狼狈逃走后再暗下杀手。两大天骄当时已然精疲力竭，如何能抵挡秦风的偷袭啊？最终只拼死斩下秦风的一只手臂，战败而亡。